进队啊，这个你觉得怎样？走路大概十分钟，太慢了，十分钟，你一出去就出去。那好吧，可是他现在因为下礼拜有学校，所以先远端，然后远端以后外出再来就过年，因为远端多少？他就想说，如果有那的话，怎么解决？会不会就到过年？然后过年过后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？该不会他就这样子？可是到时候有人会不是，可是以前他觉得没办法面对面讲那种感觉，他就想好好的面对面讲。那真的啦，如果真的面对面讲，他就是失去了。对，我今天有跟他讲，因为我不太懂你。观察时间还有十分钟，请把握使用时间，以利暂停的清理。